妮妮世界最该删除的女生皮肤，最新版，所有的女生都想删除这三个女生呀。第三名是妮妮，所有的女生都想把妮妮给删除掉，因为在游戏中用妮妮太没有面子了，别人会嘲笑我们。所以啊，女生第一个就想把妮妮给删除掉，因为用妮妮没面子，大家都喜欢游戏中华丽的皮肤，大家第三名想删除的就是妮妮，最想删除女生第二名柳仙儿。伙伴们，柳仙儿长得非常好看，但是有一件事可能你们都不知道，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删除柳仙儿的原因。 老官方在前几天说过一件事情，柳仙儿已经不可能返场了呀，因为官方大大曾经说过，柳仙儿已经最后一次返场了。虽然他上面写的是限时销售，可是啊，以后再也买不到柳仙儿了，我们买不到，直接就删除吧。最该删除女生第一名齐梦灵狐华阳，伙伴们删除他的原因更简单了呀，游戏中我们根本买不起。虽然老官方让他出现很久了，可是啊，游戏中一个人也没有获得过他，已经有人在游戏中算过了，如果想要获得华阳，需要6800个迷你币啊，谁有那么多迷你币啊？ 所以啊，既然买不起，也删除掉吧。